大家好，真人真事，我是张朱梅，生长在一个基督徒世家，到我曾孙这一代已经第七代了，是很好的保存啊。因相信主耶稣，因相信主耶稣保守我的身体很健康，身体很健康。哎呀，忘记了，对不起哦，我偷看一下哦。头脑很清醒，还可以参加教会崇拜，也可以从遥远圣港转赞叹巴士到丹贝尼乐龄中心活动，不论运动还是跳舞、讲故事等等都很极端参与，同时也可以交到很多朋友。生活在主的带领下，生活在主带领下很充实开心，希望大家跟我一样过一个充满爱的晚年。感恩，谢谢。